我重视的是真实感。这两天主要是跟大文一直相处，然后我就一直跟他主动跟他讲话，就一直聊他，然后突然觉得。看到你觉得你们心目中的最佳主持 Snowman 前方倒数十秒了哈，十、九、很漂亮，不想走了，七，我不想走，五、四，我也是啊，我绝对不要走，一，选定喽，嗨，那我们三位女主持人，请转身。我就是只要那个认赔那个一万块，我觉得我昨天从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的。啊，过度过度。对，你要帮我们揭开那个揭开那个。大文的选择是，大文的选择是。好开心那个很高的地方的时候，你非常照顾大家。像朵拉她很害怕的时候，你也一直就是有 care 她的状态，然后并不会因为她很害怕或什么的，你就生她的气或什么的，让我觉得你很可靠。那大文为什么不是我？我哪里不好？你有没有想你现在站在哪里？你现在在哪里？对，那这样子，你站到中间来好不好？你们两个。哎，这个很紧。那也不用开牌了，你这样子。你最后选择，然后一二三拉起对，你手就直接牵那个人的手，然后你选择他就直接拉起来，这样好不好？准备好吗？三，好，准备，一二三。妹，恭喜你们了！渣男，那三心二意，你就好好选朵拉就好了。对啊，没有，我有理由。我重视的是真实感。这两天主要是跟大文一直相处，然后我就一直跟他主动跟他讲话，就一直聊他，然后突然觉得这不是真实的我。我应该是很内向、很害羞，然后最不敢讲话的。那跟我话最少的是谁？林莎，我真正爱的是林莎。在干嘛？做节目了。收妹，收妹。我觉得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一起美拍收妹，就是拿到冠军，然后就是一起庆祝啊，就觉得好像很有默契的感觉。最爱朵拉。他跟丰田的一万块保证金就握手啦。哇！要钱也记得给我。那想要这个凹的，明年再来了啦。丰田话讲得好好。